对，那我们两个就一人一票，我会团购会掉芥末，不会因为掉芥末，你看后面板子他签蛮多的，都是他的单场 MVP。镜头呢交到现场，待会呢颁完了 MVP 之后会持续来进行这个冠军的一个简单的庆祝活动，也会对球员做一个访问，所以欢迎大家持续的下不停哦。那么今天也扮演相当关键的角色，尤其在前面下雨等待时间非常久，为什么？还是可以表现得这么杰出。那么前五局是以无安打的比赛来完成前五局的投球。准备上并没有太大的影响，那有这么强的队友来支持他，那他就是要进。还有你最爱的家人说呢？尤其太太也有到现场，对不对 ？Yeah, my wife's right there. Hi, I love you. And to the fans,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for all your.Are amazing. You're so loud. Makes it a very tough place to pitch here. So keep up the. 每一天，每个晚上，每一场比赛。那他记得以前要在这边投球的时候是最难投球的地方，所以他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这样子为大家加油。耶、yeah, ！所以现场的双队们再次用你的欢呼声来谢谢我们今天的 MVP 科恩赛事。当然，高潮还没有结束，因为。
今天的 MVP 签名。有。好，也请我们现场的小队们稍作等候，我们跟老人吉祥要来签上签名球。